他跑了，兄弟。我操！过来。啊，一楼，一楼，一楼，高层。站有个包，勾引到我了。还有一个，过外边过，刚刚外边过。靠桥头的破吗？贴满。 金海为什么啊？我感觉这条已经很不错了。没了没了，哎，还有，打了打了，还有一个。哎，操！我想直接飞发那个三角矛房顶，没飞上去。真的是很好运。很花活，金海。没飞上去，还他妈摔了自己80血，我操！炮楼，下面炮楼。等你喊，W自己会不会？W是谁？过来！炮楼二楼，二楼一滴，二楼一滴。二。按着打。别上车，别上车！我投射不出来。大兵死！他把他一个大兵死。 我操！兄弟，我也要救。我进，能进来吗？能进来吗？爬不了，爬不了。我操，两秒钟，两秒钟，两秒钟，他妈！打了个操控啊！我操，哥，你就切了个4号位，你看那个。 就这个逼车，一边石头有个，一边石头有个，打了，倒了吗？打了，一边石头。能压过去吗？能压吧，兄弟们，等一下。就他一个，能压。感觉外边右边我这围墙近的有一个，没有吧？没有。防区没了吗？好像还有，防区。有防区还有另外一队。标点一，标点二，进就还比明明又这个人。标点二楼，标点二楼。红楼。 又有火，我被烧了，狗子儿，打药。几楼？这哪里？我二楼，厕所。我来了，炸了。还有个隔壁五应该。死！我向外面，这人打药的。我丢下来，两个，下部。 房东，还有一个好像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哥们，太蠢了，兄弟！ 兄弟在干嘛？别问。哎，什么情况？电脑打死机了！我操，那刚刚南哥上我身了，疯了，这不，我。 什么情况？怎么15个？好的。全他妈雷声！啊！我操！
靠，二百，哎，两个二百。妈的，受不了啊！他这种直接。